林峰竞赛规则当中，膝不能上头，膝不可以提到头部。因为现在我们成立这个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了嘛，就我们完全和这个搏击零接轨，大家都一样啊，就跟 K1 一样，我膝也能上头，泰拳上膝也能上头，是吧？但是我们这规则只有两个不允许，一个双下不允许，再一个就是你不允许肘击。因为要在我肘的动作，就跟泰拳有泰拳一样啊，因为区别于它。对，这第一局已经倒计时了。看这个连贯的动作，是吧？你我们看到转身一个鞭击没有，马上转身一个又一个这个低扫腿动作，就是他动作很连贯，就是说明这个选手的速度快，反应能力快。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一局动作的精彩，动作慢放看。这时候个顾辉，我们看一个踢腿动作，就是动作就是踢腿这角度过于低，但是他那个动作并不是有意识来踢对方的裆部，被我们场裁判进行了警告，要被扣除一分。现在大家看的这是 WLF， 就是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进行的男子65公斤级金腰带争夺战的决赛。啊，带着白色拳套的是顾辉，他是在第一场比赛里面战胜了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江进入了决赛，而这个蓝方是带着蓝色拳套的田英华，他在第一场比赛里面是战胜了泰国的楚差进入了决赛，这双方的第二次比赛了。啊，要是这顾辉，他实际不是有意识往裆部踢啊，他就是一个踢腿动作，啪，站了下。但是这已经是第三脚。如果说不能继续比赛的情况下，如果说有伤的话，那将会判定啊、对方失去比赛资格。我们场裁判给的是说让对方来进行恢复啊，恢复没事儿，比赛继续进行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顾辉因为这踢裆部已经扣两分了，第一局扣了一分，第二局又可以扣一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也就是告诉顾辉，在这场比赛里面，你想赢田英华靠什么？那我只能是说，重击对手，被对方进行了强夺之后，才能获得取得胜利。对，要不是 KO 对手，不然的话就不可能赢这场比赛了。对，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种有规则，有这个。章法的一个比赛，所以说对啊，我犯规的动作我们还是要严厉的这个进行制裁啊，制止的。毕竟这是 WIF 这个亚洲区的金腰带嘛，所以这场比赛都渴望这个金腰带，都渴望金腰带。其实两位打的还过于谨慎了。是啊，但是我们观众朋友要想，他们是打完三局之后进入决赛的。虽然在同一起跑线了，但是这个金腰带含金量很高了，含金量很高。因为有前面那场比赛，所以说两位体能啊这种状态还是有一些影响的。要尽管现在是我们说这个顾辉他是一个竞争选手，但他对比赛的控制能力还是弱一些，就是说他控制能力多少，就是我怎么来引诱对手，然后我来找机会，这种能力很强，因为他这个力量对比就和田华没法对比，对吧？这个力量速度快，这是个特点，控制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距离感啊还是比较强的。哎，那小虎田英华呢，上来受到两个这种就裆部，我觉得对他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啊。这时候是顾辉也没有更多的办法，了啊。那么他就靠压迫对手，因为有两次警告之后扣着两分，对他心理打击很大，就没法打怎么打？对，但是我们规则就是这样，你不能利用我们说禁用的一种办法啊，因为你经常不是故意，但是你其实造成对方的伤害，那么要不要进行扣分？对，我们毕竟是一种竞技比赛，对，因为我们竞技部位这个裆部、颈部、后脑是不允许击打的。但是对这个田英华也是一种这个情绪上的这种影响啊，老是被踢到裆部啊，所以说他可能这种状态啊，这种也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原因。是。
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被这好兵我被踢过裆部之后，更激发我这种斗志。我用实力证明我自己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。WIF 也就是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男子65公斤级亚洲区金腰带将在这一局结束之后产生了。这场比赛对双方都非常的关键。对，那个戴着白色拳套的是顾辉，而戴着蓝色拳套的是廷华。在前两局比赛里面，由于顾辉就是出腿过低踢着了这个廷华的裆部，已经被警告两次，被扣了2分。那么这局比赛对他就太为关键了。当然，也就是因为那两次警告，使得这个廷华说好，你们呢？但是也不是顾辉是故意用这种阴招啊，那么就更加激发这种斗志，他打的就更加的主动果断。但如果今天两个金腰腰带的争夺者在场面上的技术发挥来说，廷华力量大是吧，拳法的组合更好，而这个顾辉呢属于技术灵活、啊、灵活啊，特点不一样，在打法上也有所不同，灵活，然后速度比较快，然后启动比较快，然后还是这个转的也比较快，然后步伐移动的比较快。我刚才这两个击鼓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啊，如果说要是再继续的话啊，很有可能会出现把对手打趴去啊，他也会了，他给他一个颜色啊。所以说廷华在今天那个这场比赛里面，他的战术应该很合理，我力量大，证明你不是技术好吗，你的技术很全面，那么我不给你这种空间，我一直压着你不给你空间，对不对，我让你没法施展你的，其实就是刚才那个麦神猜跟那个董文飞打的时候，对，也是具有这种力量，然后不给他这种距离，你给他距离的话他有移动的空间，那么他的我们说一砸有高电铁就可以释放出来了是吧，那我不给你这种空间，你看这样你现在我一争夺你就躺那儿了，我不给你这种空间，就是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这个铁英华确实有进步，有进步，他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啊，他的体能非常的充沛，你看这是顾辉的体能下降很严重啊，所以说还要给一些连贯，这是铁英华最擅长的，对，就打生脚之后我这组合拳的进攻，直拳加勾车上勾拳，把你逼在角落里面死角战术，嗯，没劲了。 WLF 亚洲区的金腰带即将产生，所以说这个争抢的非常的激烈，已经倒计时还剩最后的十秒钟，只打到现在，观众朋友们已经判定出来这个金腰带已经归谁所有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比赛的结果即将产生，这场比赛应该是一场既精彩又有些许遗憾的比赛。那么比赛当中出现了铁英华三次被踢中裆部，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这不是有意的踢中裆部，特别是在对阵双方一个正架一个反架的时候，就一个是左撇子，一个是平时正常的这么打的话啊，最容易出现前边腿最容易出现这个踢裆的这种情况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1号裁判员28-30，2号裁判员27-30，3号裁判员27-29，比赛结果蓝方胜，世界自由搏击理事会男子65公斤级亚洲区金腰带得主是小虎铁英华。我们有请河南卫视副总监吴立新先生为铁英华
授予金腰带。虽然我败了，但是我还想再继续给他打，因为给他打的话，彼此都学到很多东西。你那个对他的这个三次踢裆是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怎么就那么巧三次都踢中他的裆部？因为我这是反架嘛，所以他那个就是本身就比较容易踢到裆部，这个我也很无奈。好，祝贺小虎，这条金腰带终于拿到手了，今天高兴吧？非常高兴，因为这段时间我的教练、我的师兄弟们，然后还有王洪祥大哥，然后一直在陪着我训练，所以非常感谢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小虎的这个反应哈，和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是两种感觉，反差极大。马来西亚比赛之后给叔叔打电话，我记得那个小虎哭的是稀里哗啦呀。今天叔叔也鼓励一下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确实不错，今天打得不错，特别是第一场，第二场。还是我感觉就是打的不是没有第一场那么精彩，因为被踢了几次裆嘛，就是。每次打完比赛，那个英华都要给爸爸打电话哈。今天拿到金腰带了，爸爸就在你的身边，给爸爸说几句话。我没有辜负老爸对我的期望。